Hello， 大家好，我是巴雷地堡。我自己啊就开了 ENG 的银行，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还和大家推荐过的。结果2021年这家荷兰的银行啊就宣布退出法国市场。反正我也没什么亏啊，我开户拿了100欧，然后在他们家存了1000欧的人寿保险储蓄，又送了100欧，后来又开了一个 LDDS 的储蓄账户也送了钱，而且当时只要账户超过了5000欧就没有任何的卡费啊，也没有年费，所以我一直啊都是有这个卡的，而且目前都是正常使用，没有因为退出市场所以就不能用或者是冻住了，但里面的资金啊也是很安全的。去年2021年年底的时候啊 ,ENG 已经做了一次大清理了。也就是如果是储蓄数字不多的，有的可能除了流水账户没有其他账户的，那么 ENG 已经通知关户了。当时我的投资群的观众有的就说收到了关户通知，我自己啊是没有收到通知，可能是看我开了好几个账户吧。因为有 LDDS 啊还有 Assurance B, 啊我就心想着我先做一个钉子户吧。不给钱就先不走了，先占着地。我记得当时啊也在群里和大家说先保留啊，先不要急，看后面的事情发展。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吧，目前是决定了由布索哈马银行来收购法国地区的业务，所以之后的储蓄账户啊、贝尔埃啊、股票账户啊、人寿保险储蓄基金啊，这些都会转移到布索哈马银行。房屋贷款的部分呢，目前决定还是由 ENG 继续保留法国的业务。今天视频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换银行送钱的情况。这个是 ENG 官网的通知哦，大家可以在自己的银行网站上看到。但是先注意一下啊，说的是9月30日之前要操作的，如果再晚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最高可以送到320欧。如果现在就不是 Buxohama 客户的话，那么你通过自己从 ENG 去 Buxohama 开户的话，你跟着他流程的操作，那么他就会给你送130欧，其中30欧开户、50欧开卡，还有另外50欧是转移到主银行的一个费用，最多拿到130欧。像我自己已经有 Buxohama 银行了嘛，所以这个我是拿不到了，但是我可以拿到下面的一些，比如说开利开 Buxohama 的那么是30欧，开 Livre A 又送30，开 LDDS 也是30欧，另外还有 CDO 的账户是送50， Bail A 也是50，或者是转移股票账户也是送50。我自己在 Buxohama 呢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有些呢我是可以享受到这么一个优惠的。所以从知道消息等到现在等了6-7个月吧，我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没有手动的把这个户关掉，现在呢就已经可以拿到它的福利了。之前有好几个观众咨询我，我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我说再等一等，等它有福利的时候我们再关户，所以现在可以关了，9月30号之前就可以了，然后按照他这个操作就能够拿到钱了。总的来说分手快乐吧，开户的时候我赚了他一笔，然后关户又赚了一笔，一共也有几百欧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欢迎多看我其他的视频，跟着地堡一起薅银行的羊毛，有很多家网银呢都是送几百欧的，有的送的多的送到1000欧，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和大家总结了一下怎么去拿到他的这个开户奖励。很多网银啊都是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呢很多的促销，那后面要做成功了就越来越少的促销了，或者是做失败了就退出市场了，所以要趁着有些网银刚开始打入市场啊，有非常多的送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户开好，这样可以拿到钱了。反正存在银行的钱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额呢，都是受到国家保护的。我也会在下一期视频具体的和大家分享每一家银行对于我们储蓄的账户保护有多少的钱。如果需要开网银的朋友全法都可以哦，记得找我巴哈纳日，我和你们都可以拿到银行的福利。也感谢大家支持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哟。